四年前在大陆经商的涂姓男子跨海请在台湾的一对张姓夫妻帮忙购买威力彩，没有想到呢就幸运中了9亿2000万元的头彩。不过好友却是反目成仇，上演了一场争夺彩金的戏码。二审的时候呢，涂姓男子已经拿回了彩金，但是现在地院宣判了，这张姓夫妻呢还得要偿还近1亿元的利息，而且甚至要服刑，真的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彩券行欢喜开出9亿2000万的威力彩头奖，自此上演好友争夺彩金戏码。2009年在大陆经商的涂姓男子围擒高雄的张姓友人买威力彩券，中奖后张姓友人却私下拿彩券兑奖，而涂姓友人是立即提告，检方紧急冻结彩金。司法审理后，二审判处张姓夫妇侵占罪各服3年及3年半的徒刑，但涂姓男子拿回彩金后还要老友加倍奉还。从98年7月9号起到101年1月8日止的法定迟延利息9249万9503元。院方就是把彩金扣押的这2年半加上5%的利息来算，这下张姓夫妇刑期还没服满，又有巨额负债，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